我现在在的地方就是黑龙江省，那可是200吨大豆深加工项目。咱们这个大豆原粮通过这个提升机进入到咱们的这个原料仓，这个原料仓承载量是300吨。然后大豆原粮进入这个原料仓之后，通过下边这个皮带传送机，两个传送皮带机进入到咱们这个提升机，原料提升机，然后通过上边这个萃选器，然后进一步的清理。